贪婪是真的，很不合口味吧？那不如……我吃。不好意思啊，外公，我吃的有点急，有点吃多了，好像，我想先回房间休息一下。要不要给你叫家庭医生？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外公。不好意思，心妍昨天淋了水，可能有些着凉，我去照顾她一下。曼宁，醒醒，醒醒！沈曼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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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见我说话吗？曼宁，沈曼宁。对，喝下去，大口喝。沈曼宁，快点吐出来，全都吐出来，快点。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等我数据，让你们尝尝死亡的味道。没那么烫了，身上的急性风疹退了吗？要不要喝水？你昨天晚上温度很高。就是想感谢你。我小的时候芒果过敏，严重的时候呼吸机麻痹，心脏骤停，所以我就是想
感谢你。为什么那么做？知道芒果过敏会有危险，为什么那么做？为了你，也为了心妍，我答应了他，要帮他拿回蓝海，也想完成你的心愿。我的心愿？虽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你带我回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在等。你在等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对吗？所以在那之前，我都会好好的做好庄心妍。我不会让自己暴露身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放弃。唐林，是发现我的身份了吧？你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唐林一直步步紧逼。我觉得，他不是想要试探我的底线，他就是想要找到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星辰，如果唐林找到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的话，你把我推出去吧。你说什么呢？如果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被曝光的话，那所有的一切你让我去承担。曼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是不知道假冒千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知道事情拆穿之后我要面对什么样的惩罚。但是我知道那天晚上如果没有庄心妍的话，我早就死了。沈曼宁，我的命，我的眼睛，所有的一切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如果我们暴露的话，你至少要藏好，这样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才不会白费，不是吗？你相信我，我可以处理好的。花不会再开了。季节不对。季节对，也种不活了。为什么？因为心死了。本应该在这里盛开的人，一个接一个，又一个的走了。即使留下来的，苦苦支撑，浇水，
阳光，施肥，依然开不了，不会开在这个阳光照不进来的房子里，这个阴暗的角落。所以应该把窗打开吗？阳光能照进来吗？如果能把窗户推开，让阳光照进来，让风吹进来，让该留的留下，不该留的就让他走吧。我会在这里等到花开的时候。周四下午，也许是个好天气，我们去海边放风筝、野餐。我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还给我。什么时候我唐琪的妹妹需要借酒消愁了？我这不是消愁，是愤怒。谁惹你？哥去收拾他。庄家那个严兴成。这个男人没这么简单，你为什么非他不可？他长得帅，有能力，我喜欢。天底下的男人千千万，只要不挑庄家的人，你喜欢哪一个，哥哥去给你找回来。我就要严兴成，你把他弄来。行了，你闹也闹够了，你收起你这个坏心思。她是庄家的外孙女婿，虽然我汤琪在商业上不服庄家，但是在家事上我还没有撬别人墙角的习惯。假如她根本不是庄家的外孙女婿呢？假如庄家根本就没有外孙女呢？总之我就要严兴成，不管花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把他抢到手。哥，你就等着看吧，等真相大白的那天，我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蓝海一星重新抢到你手上。琳琳，你要记得你是我汤琪的妹妹，记得哥哥从小给你立下的规矩，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线。我知道，不用你训我。当然可以。
喂，方翔，你在哪？立刻回去，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林总监，睡醒了？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把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回去。别急嘛，我们老大说了，这两天啊招待不周，让我一大早买了这些吃的，我们啊，哎，好好吃一吃。心意领了，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把门给我打开。哎呀，林总监，你别这么不给面子嘛！如果你走了，老大一定会说我招待不周的。这样，我们喝一杯，喝一杯。我这个门呢是电子锁，反正你也出不去，就喝两杯，半个小时，也不会耽误你的大事。真好，妈，沈叔，你们快点儿。林总监，这些吃的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这个酒啊，是我从青岛带来的，口感绵密，回味无穷，喝多少都没事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了。说好喝一杯，一杯都不喝？哇，可以了吧？林总监好酒量，喝完这杯再来一杯。方翔，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再不放我走，一切都来不及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我说的，就是生死大事。严星城，我喜欢你。被流光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喜欢，我是该说荣幸呢，还是不幸？和蓝海集团的千金大小姐订婚，是该荣幸呢，还是不幸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坐在你面前的千金大小姐是真的还是假的。汤林已经知道太多了，你再不放我走，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等到真的出事了就太晚了。林总监，汤林知道的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老大呀会看着办的。嗯，所以你们老大自己去见他了，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唐林不可能一个人去见你老大严星城，还有心妍，不应该是曼宁，沈曼宁也一定会在的。我全部都猜中了，对不对？我太了解唐玲了，她一旦掌握了证据就会先下手为强，而且会不惜一切代价。她现在想要的不只是你老大严星城，她想要的是庄心妍身败名裂，同归于尽。
汤小姐的这个问题已经是个句号了，还用我回答吗？严星辰，你到底什么情况？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惊不喜，不害怕吗？我当然有害怕的事情。你是不是屏蔽了我的手机信号？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现在就去看看汤林到底有没有联络过我。你怕什么？你敢动庄心妍？哦，原来庄心妍才是你的痛处。那边那个不是？严星辰，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来庄家？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资格知道吗？严先生，你有考虑过惹怒我的后果吗？想干什么？动手吧。哎，什么事故？什么事故啊？我女儿在意大利啊。喂，沈叔叔，什么事故啊？是曼曼出什么事儿了？急救中心打电话说曼宁刚回国，在机场坠楼，现在生命垂危啊。会不会是真的呀？咱们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吧。妈，你先别着急，沈叔叔，你是不是有曼曼的国外号码？赶紧给他打一个。哦，哎，出租车，出租车！真的要出事了，严星辰，你不想说点什么吗？和你，不必。喂，爸。严星辰，真相到底是什么？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宝奢品集团蓝海一星今日发布重大通报，副总裁严星辰先生本名严毅，是蓝海集团董事长庄成安17年前丢失海外的亲外孙。严毅将恢复本名，就此接任蓝海一星新一任执行总裁。沈曼宁，
秒针滴滴答答，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你还好吗？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假如放下一切，仿佛这场冒险，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回到故事的原点？假如勇敢一些，也许在平行世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秒针滴滴答答，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你还好吗？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假如勇敢一些，也许在平行世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我们之间。